家长帮忙孩子们换穿新的跑步鞋试试看合不合尺寸，穿起来舒不舒服。救国团、基隆市团委会各区会以及真善美联谊会合作七堵区体育会，特地合资捐赠80多双全新跑步鞋给七堵区8所国小的弱势学童们，帮助他们有新的鞋子可以穿，让小朋友们都好开心。主办单位也特地邀请基隆市政府中发处长林立蚕、教育处专员以及同时也是救国团指导员的市议员张耿辉和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指派的助理等人到现场参加这场名为“同心协力，爱无限”的捐鞋仪式。那希望就是说，我们今天呢，就带了所有的关怀给大家。那也希望大家呢，以后就是快乐的成长，有能力可以再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好吗？每一个人小小的爱心举起来，变成一个大一点的爱心，对不对？那我们把爱心跟大家分享，那每位同学、每位小朋友，你们穿着他们送你们的爱心，可以在你们学习的道路上看到更多更远的东西。接受了鞋子，你们会内心感到有满满的爱。那以后当然啦，借这个爱，希望能够长大以后能够继续传递下去。好，也谢谢我们救国团，大家这么有心办这么有意的活动。希望以后这些活动，我们体育会、商业总会都可以来参与共襄盛举。也祝各位小朋友身体健康、学业进步，也为大家打个。主办单位也很贴心，让小朋友当场量尺寸，试试鞋子大小。如果鞋子尺寸有不合脚，也立刻更换合脚的鞋子给学童，让孩子跟家长们感受来自社会的关怀和温馨。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